你叫我到这儿来干嘛？你还记得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啥啦？安平步行街。不，我是说以前。校车站。以前我们每天早上都是从这儿坐校车去学校。我记得那儿还是一家冰淇淋店。没错，就是这儿。 那你叫我到这儿来干嘛？这个时代现在变化太快了，一切都在发生着改变。曾经的校车站，也变成了现在的步行街。而今天，我要向过去的杨小茹告别。好的，再见。喂喂喂，我叫高兴，从美国回来，在美国的时候。 我在纽约汤金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管理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。现在我在经营着一家叫山之屋的餐厅，我喜欢画画，喜欢打拳，喜欢回忆过去。但我更喜欢接受新鲜事物。你呢？想认识我啊？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。我叫杨小柔。 刚刚成为一家餐厅的女主厨，正在为我的梦想奋斗，很高兴认识你。Nice to meet you too.